空中流行的歌，伊有法度唱老歌、阿公阿嬷的歌，伊嘛是同款有法度。所以讲要做一个甲全的主唱吼，歌路就是爱看啦。哎，嘿啦，各种歌拢爱学习啦。都要学。哎，都要学啊！嘿，你像吼疫情的关系啊，关伫咧厝吼，关到做无聊，家己吼，搁会安尼吼去脸书顶关唱一个歌咧。哎呀，嘿啦，发泄一下那个心情。对啊，无久无唱啊。久无唱吼，嘿啊，迄当阵的心情是讲啊做。迄个要甲练一粒声喉咧，对，咧开个嗓啊咧，哦，开个嗓哦，系开个嗓，对，开个心情，嘿，嘿啊，啊无吼，嘿啊，快闷坏了，嗯，对啊，因为吼，有久会着内伤啊，嘿啊，啊你像安尼吼，会降二级啊，啊外口咧做空乐队啊，啊人客来拜拜，搁来看辣妹啊，嘿啊，迄心情安尼加偌开咧，真诶，嘿啦，心情吼，心情若欢喜吼，咱工作就拢愈做愈顺心，对哦，所以讲祝咱的朋友大家天天开心，天天欢喜，祝福大家。OK， 即马继续安排香港之夜，来一个咱之余再龙宴酒，来香港之夜。